好菌跟坏菌，它是看得出来的哈。这个右边这个就是大肠杆菌，这里呢是产气荚膜梭菌。那我就打开这样子啊。哇，好重啊！其实乳酸菌是香的，然后还有这个乳酸的味道。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外面的包装是那种全部都是甲状，它有非常多国的专利之外啊。这一包有600亿的益生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